表示说目前跟德保拉斯合作相当愉快，那球队跟选手之间其实也都有意愿哦，未来继续。这几乎就在红中哦。这次没有打好，其实打在了球的下缘哦。在休息室里头，张泰山教练哦，大概说，如果十年前的话，我也是可以。好，请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喽。麦卡贝运动频道，感谢你的支持。